对对对，双对双重玻璃，对对隔音效果非常好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内导窗，就是热空气向上，它这样出去。那其实到了夏天哈，今年大概八月的时候，我们其实这室内没有开冷气，没有开冷气，里面就很凉快。第一个没有开冷气，然后它的透光性很好，又没有开灯，所以基本上这两这个设计就省掉很多钱。对对对，好，那谢谢老文，老文也要介绍。